我们大山送给你那人参啊，可是镇山之宝，每次用的时候小用点啊。那我们就先回来了，家长。家长再见。家长。啊？你怎么老盯着我们大山看呀？不是，打从他一进门啊，我就瞅他眼熟，我老是觉得我在哪儿见过他，我就想不起是从哪儿见过他的。在哪儿见过呢？啊，家长。你看，我们大山长得白白净净的，长得就像那个电影明星，就那画面上画的那个，是吧？明星是吧？有点，有点。那好，家长，你就先忙着，我们回去了啊。好，告辞。哎，好，不送了啊。好，慢走。嗯，走了啊。哎。张北，你可不能冲动，你刚才那样会让他更加警觉，出了什么事儿得不偿失啊。飞了，花花飞了，伸出去，胳膊伸出去。哎，飞了。哎，飞了，花花飞了，飞了。嗨，花花赶紧下来看把你白白压的。铁哥。哎，张北，跟你王姐都熟悉了吧？熟悉了，你怎么之前都不告诉我呀？周围的人没起什么疑心吗？王姐都替我折过去了。铁哥，你来有事儿吗？在一起这么久，你帮助过我，照顾过我，可你却让我跟你说声谢谢的机会都不给我，你就这么走了。不过你放心，那份文件已经安全地交给了老杨同志，还有嫂子和花花，我跟铁哥一定会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去对待他们。今天就在这儿，对着你的在天之灵，我起誓，你放心地走吧。老孙临终的话语又在张北脑海中响起。共产党人为了救国的信念和理想，宁愿抛弃自己的生命，他们才是真正的勇士。相比之下，张北觉得自己还差得太多，他决心要向老孙这样的烈士们学习，从此变得谨慎。先生，您去哪儿啊？我到公司去转转吧。先生，走吗？啊，您去哪儿啊？带我随便转转吧。随便转转，那总得有个方向吧？你是往南还是往北啊？往北。哎，好，坐好了，走。停车！停车！哎，先生，不用这么多，太多了。还没完呢，等着我。啊，您这是要包车呀？对。那要包多久？先10天吧。每天都这么多钱？那要看你表现了。哎，好。
几位爷，光吃饭不喝酒啊？吃点东西。不用了，我先待会儿再吃。你知道这哪有日本餐馆吗？日本餐馆那可多了去了，你得告诉我去哪一家呀。那咱们一家一家的去。哦，先生，还有多远啊？就在前面，很快就到了。好。哎呦，我看你这一天啊也够累的，你是在和日本人谈生意吧？我在找人。谁啊？你说来听听，其实我知道。桥本犬正，你听说过吗？不知道。你找他干什么呀？我想知道他住哪。是这儿吧，先生？是。好嘞，到了。回去早点歇着，明天还到这儿来接我。哎，好。大山，你干啥去了？没事儿，出去瞎转转。我就是怕你冷不丁回来了，出去被别人看出点啥，不值当。听姐的没错，你要缺点啥的，我就帮你采办了。好了，去歇着吧，我给你做饭。哎，我知道，你是担心我被别人认出来。什么认得出认不出的？你这身打扮，连我都认不出来。不过小心点总是没错的，你说对吧？啊。哎，铁哥呢？什么钢啊铁的？我就是个排长。就是想提醒你，出去你要出点什么事儿，这街坊邻居都要牵连的，明白吗？大山子，我进来了啊！哎呦，大山，你赶紧起来，洗把脸。你看，我给你做一些吃的。哎，胡邦健，你不用给我做早饭，我自己有办法吃。你赶紧起来趁热吃吧。你再让我睡会儿啊！再让我睡会儿。哎，你。
我起来。先生，这兄弟是谁啊？哦，我一个小兄弟，拉车的。走，你怎么来这么早？要不下次我晚点来？不用，你先把车拉进来吧。好。先生，您这是要干嘛呀？拿上吃的去外面等我吧。哎，把门关上。先生，咱们今天去哪儿啊？跟昨天一样。啊，行，我呀，看你特别的面善，所以拉车也特别有劲儿。是吗？啊。不过，你这找人这方法恐怕不太好吧？你要不换一种方法？什么办法？比如登个报什么的，引他出来找你。拉你的车吧，我会自己想办法。哎，好。Yes, very good. 前面卡他几个帰国した。あなたはほっとしたよね。国旗資料まだあるから、間違いなくたくさんの工作員狙ってある。張北は姿が消えたよね。張北の行方知りたいでしょ。いえ、勝手に聞くだけです。でも残念ですね。また逃げた。重要な川島先生も彼を捕まえなかった。彼が南の方へ行ったかも。海外も可能です。川島さん、失望しますか？刺激するのは俺に目ないんだぞ。教えても構わない。あいつは必ず法廷にいる。けど情報によって。半導組織を参加した山の奥へ行ったのだ。組織？いえ。あいつは金できるやつまだいないぞ。重要な川島さんさえもできないの。はあ、確かに。俺はずっとあいつを征服したいと思ってますが、未だにも諦めてないよ。続けてやってみましょう。没睡呢，别装了，你小子在偷听，我们都知道。那你们干嘛不进来说呀？你是不是不相信我？不是不相信你，
告诉你也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听从安排，不答应我就不说了。不答应，不答应。德国化武专家就要离开奉天了，如果在这个时候闹出点什么动静，国际上就知道他们帮日本人制造化学武器。咱们什么时候行动啊？地点定了吗？踩过点了吗？这些事情啊都不用你操心，我都已经安排好了，这次任务你就不用参加了。是不是铁哥不让我去的？我信他有他的任务，这次任务由我负责。嫂子，那你带我去吧。不行，你答应我听从我的安排的，我还有其他事要你去做。啊，行，那您说。就是花花，你让我给你看孩子啊。嫂子，我枪法好，我一定会在行动中给你们帮上忙的。你相信我行吗？说了不行就是不行，这次任务非常危险，我们要打进敌人内部，你想帮忙嫂子心里了，但是你要加入就很容易被敌人识破，你就好好待在家帮我带好花花，我和你大哥都会感激你的。如果这次任务出现什么意外，花花就拜托你了。先生，今天不用你拉车，我来了。你真要拉车啊？但是我要请你帮我照顾一下花花。啊，那你这衣服也不行啊。带我去车站，快点！你给我下来！干嘛？下来！我不去车站，你下来！你在这捣乱！张北是吧？王姐叫你别跟着，快走！我走。你来想要买谁？
们去通知其他的人员，按原计划行动，听我指示。小心点。クラブに犬がいたのに気づきましたか。俺は事前段取りちゃんとしないとここまでのんびりするわけないよ。先輩はやっぱりすごいっす。まさに宣言の目昇格するのようです。昇格料にならないよ。あいつは過労して結果が失敗したんだよ。なるなら俺は早々になる。早々。これからどうしますか。少々お待ちください。はい。身份只是一个商人，你杀了一个商人会有人注意吗？除非你有本事把他从这儿带走。呵呵，你还真以为你有本事把他从这儿带走吗？少骗我，要是不怕他死，为什么刚才不一枪打死我？都让开，全都让开。
到底怎么了？花花呢？哦，他吃了东西睡了。你到底怎么了？没你的事儿了，快回去吧。你不是李大山，你是他。你是蚂蚱大侠张北，你有本事开枪吧，拿着我的人头领赏去啊。大侠，真的是你啊，我每天做梦都想见到你，我发誓我要敢说出去半个字，我马上死在你的枪下。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你是咱们中国人的希望，我也想做你这样的人，我也出去杀日本鬼子，救咱们中国人。可是我没有你的本事大。铁哥，求求你了，让我跟着你吧。你不怕死吗？你不怕死吗？我不怕。不怕也不行，我一个人独惯了，带着你只会拖累我。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着不起来。那你就跪着吧。东城日本人会所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你们几个手上有什么消息啊？据我了解，动手的是共产党，刺杀的对象是德国的化武专家，他们这次的行动失败了。这未必是一次刺杀行动，德国专家刚刚完成任务准备离开，共党不会傻到在这个时候进行刺杀，属下倒认为这是一次绑架行为，他们想利用控制德国专家作为证据，在国际上揭露日本人生产化学武器的罪行。很有道理，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这样的行动呢？我们之前拟定了多套方案，后来觉得危险系数太大，就没有启用。我倒以为就两个字，怕死。哎，王老板，卑职认为不要认为了。日军又抓获了一名共产党，委婉，你带领电信组严密监听日本人的行动，有进一步的消息马上向我汇报。是。花花怎么不吃啊？妈妈今天有事情回不来，暂时先住在叔叔这儿，明天叔叔去找妈妈好吗？快吃，快吃。
还跪着呢？你这脾气啊，还真是有点像我。行了，起来把饭吃了吧。你答应让我当你徒弟了？我可没这么说。那我不起来。你吃不吃？不吃。你吃不吃？不吃。真不吃？不吃。好。醋溜白菜，尖椒土豆丝，红烧茄子，真香啊！还有大白馒头。马氏大侠，你就答应我吧，让我当你徒弟。只要我当你徒弟，我做牛做马都愿意。我看你不是牛也不是马，你就是头犟驴。行了，赶紧过来坐下。我不来。过来吃饭。不。过来当徒弟。不来。你同意让我当你徒弟了。谢师傅，谢师傅，谢师傅，谢师傅。担心。花花睡了啊，他睡了。哎哥，你这枪托怎么断了？还不是想藏到你的车里，一时手快给锯了。啊，那枪托没了还能用吗？后坐力太大，根本就打不准了。那有什么补救的办法没有啊？我这不正想办法呢吗？哎，对了哥，明天咱们有什么行动啊？明天你去车行把车退了，省得老不见你出车，人家会怀疑。哎，好，记住一定得小心点，别让别人看出什么来。我从小啊就一个人在街上混，这点小事儿你放心。一个人？爹妈呢？早死了。怎么死的？穷死的呗。自从日本人来了以后，今天挣粮，明天挣钱，后天还得挣兵，吃不饱饭还得干重活，我爹熬不住病了，也没钱治，最后就死了。我妈知道我爹病死以后，把家里剩的一点米给我和我姐做了最后一顿饭，上吊。那你姐呢？哎呀，别说这些事儿了，行了，以前的事儿都别说了，让我看看枪吧。小島中佐、お帰りになられましたか。ドイツの専門家は何事もなく帰りましたか。治ったか。ところは取り調べの経過は。は、死んだ土族に身分を証明するものは何も持っておりませんでした。武器も闇市で買ったもので、刻印も消され、手がかりはありません。この線は望み薄です。生きてるやつは調べております。口が固くて。ならばこれから池田さんのお箱見せてくれ。がっかりさせるな。
其实質問されたことはありません。今私がおる全て中佐の側です。はい、よい。ただ必ず生きてもらいたい。彼女からジャンベまでたどれるだろう。はっ、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この方面から全力挙げます。ではいい経過待ってるよ。はっ。怎么样，说说吧。聞くとよと言う。どうだ。何も言わなかった。君は外で見張ってる、私がやる。はい。中国にいる武藤下面都是印度。不过我拆的鞭子也不是其实的，多少个女人在拆的鞭子下面向我求饶。禽兽不如。县长，我们听到了王少九十八 K 的枪声，你肯定是带着战马在外面，所以你只要我说出他的下落，我就可以饶你不死。张飞，我不认识你。胡说！就算一个普普通通的市民都会听说你冒着张飞的名字，你不承认，就说明你们确实有关系。快说，他在哪里？就算我知道，我也绝对不告诉你。男人，花花是在等妈妈回来吗？妈妈暂时还回不来，不过花花放心，叔叔一定会帮你找妈妈回来的。哎，花花，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妈妈在吗？李大山，家长，你怎么有空啊？哎，坐。这大白天的，你把个门插得严严实实的，你干啥呢？怕花花到处瞎跑呗。哦，对了，家长，您来有事吗？啊。你知道王姐去哪儿了吗？啊，王姐家里人病了，着急赶回去，所以啊，也没跟您打招呼。这不，连花花都交给我照顾了。哦，她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啊，嗯，估计得等家里人病好了吧，我也说不准。他倒也放心哈，把个女儿也留下交给你照顾啊。那可不是嘛，王姐从小看着我长大的，这花花就跟我妹妹似的。啊，那什么，等她回来啊，你告诉她，让赶紧找我一趟啊。哎，好嘞，一定转告啊。好。你这做什么呢呀？我呀，怕花花在家里待着无聊，想给她做个兔笼子。看不出来啊。还有这手艺吗？